今朝我带来带你，说不定生命力再强的才是主意。大人发来得一对，你在上海没个吧？有，上海有的。但是我们这好几遍。哦哟，那个地方的价格，曾经是苏州老百姓心里想的一股秤。哎，现在哪能呢？那去裤子一些的，你看呢？七折。哎，搿只配上去好看了。今天我来个试一试。小弟啊，我刚搿只颜色，开猪肉嘞，对伐？你老少天买一只板，你比网上便宜点些呢。一种板呢，只要弄好把么子不要漏。现在被雷出来的一个东西，什么都搞呀，恩个。人生苦短，用脱钞票在自家了。哎呦，一只粉卷辣当真呐，开学用品一才够。便宜么侬买呀？你甚至还用不上了呀，现在。对了，我要帮侬升级嘛。得嘞，5000套，打两打两。你哪用包两？得两个明朗镜又用不完哎呀，俺孙子女朋友要啊。你到孙子哪有镜女朋友是假？哦，哪孙子女朋友？俺孙子不好有女朋友啊。啊，哇鸡嘞！你到孙子到干鸡啊？小孙子。老人花老师。侬一瓶，我要三瓶嘞。最起要一号，后发第二次。对个，噗噗一下。又不得了，粉丝才眼睛我白孙子。我不眼睛啊，我还有孙子啊。那你是个朋友阿仔的？早呀！你儿子阿仔的呀？16岁，当时光我把你四个字，顺其自然。我会带你孝顺你媳妇。现在女中家长谁必然这个三年不考，抽了一个大海辰光，谁给他爸爸浪费？啊，你为啥白孙子啊？对吧？对个对个。带上个山，做上个上，带上个年龄，做上个事情。哎呦，哎，到我有我个手指好了呢。哎，家里还可以哎，马上回去吃。你们这会在真山去嘞？哎，听你道理，哎，怎么对不起个你错的一种？啊，对，对，不对还要对。哎呦，想得嘞，对他是款的账。哎呦，比肯德基便宜得多嘞。2只吃3只。来呀。怎么了？明早打路上好去。包海包海包海，你包包海你包海你包海你，你先忙一下上了，还要吃再忙。不比肯德基摊位。鸡胗多啊，是。女生在还吃了，嘴不甜。第一次过年，你我这个王母娘娘谁不你吃的？王母娘娘啥人？母丫头。跟母丫头啥人啊？孙子娘哇，我有啥人家？哦，乖乖，一些些功夫，风聚财运。我玩了73年没吃的刚好的。弄啊，也没别吃，也吃的吃死你。这人贵啊。好的，结账。一点才是我老帮国郎的肉。这三根五毛。